圣水礼。仪式，恭请刘振中董事长、钟安柱总主教、张汉生校长、校牧林芝鼎神父、中美联谊会于金山财务长。书记用52年的时间，在这个地方用“野生”两个字代表他自己，所以我们用了52年的“野生楼”，旷野里的声音，这是于书记他自己的心愿。而今天我们又再一次聚集在这个地方，很高兴的为这一个大楼重新揭牌。我们改为于宾楼。那么我们要追随的到底是谁呢？我们要追随的是于书记的脚步。然而于书记一步一脚印，他都走在耶稣基督的道路上面。所以是这样子的原因，于书记在他自己的书信里头给我们留下来，他愿意这个地方叫野生，因为他不愿意彰显他自己。所以他给了辅仁大学真善美圣4个字作为校训，也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跟他一起在这一个世界当中，好像是一个旷野，渴慕真理，渴望真善美圣，